者王新瑜台北报道，男星林志颖不仅外貌冻龄，近日还推出唱跳歌曲《一步之遥》，动员70台汽车及300名歌迷联手打造，拍摄当天现场总值超过新台币10亿元。拍摄过程，双胞胎 JEON 和 KYSON 也惊喜到场探班，为爸爸注入强心针，双宝还分别坐在林志颖腿上，一起观看荧幕画面检视坐镇。萌翻现场，为了拍摄《一步之遥》，林志颖特邀林俊杰的制作团队录音，导演张石林拍摄。这次 MV 花了超过48小时连续拍摄，为了打造媲美好莱坞的露天电影院，动员许多车友及歌迷助阵，盛大排场根本是台湾版玩命关头。林志颖也将爱车开进泥泞中，没想到却让车子卡在泥地，最后还得多名壮汉推车拯救，幸好 MV 出炉后让林志颖相当满意，直呼值得。林志颖推星，愚人提供林志颖推星歌，愚人提供。